虎扑9月22日讯，拜仁 VS 沙尔克的比赛，拜仁门将诺伊尔将首发出战，这也是他出战的第350场德甲联赛。诺伊尔出自沙尔克04青训，此番第350次德甲出场迎战老东家颇有意义。2006-07赛季第二轮沙尔克04客场对阵亚琛的比赛中，由于沙尔克04主力门将弗朗克罗斯特因伤离场，诺伊尔遂替补登场完成了德甲首秀。